全民壮举，掌声鼓励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詹姆雄雄哥。来 ，Night Ball 练习三局。最近疫情，大家注意安全哦。那我个人呢，啊，就纯个人想法啊，应该讲看法啦。我觉得相对来讲，现在球馆是，撞球馆还是相对安全的哦。口罩戴好。好，这个球来讲的话，可以来这里，来这里之后潜水。有点潜水，这球点不够，不够那个。好，还是可以调整。又塞两颗星，轮轮一点，不够轮。我这球是要走这条路线啊。并不是要走这条路线。好，那这个球就要细腻度了。这个球回来会敲，我从这里来，看能不能那么精准啊？太轻了哈。在球馆的话，就饮食注意啊。现在是可以在外饮食，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就注意啊，保持一个社交距离。好，第二局练习三局。刚刚拉杆没拉好，我的球那皮头比较平，有些拉杆感觉比较拉不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球，从这里来危险啊。那这个球来讲的话，从这里来二号球，但是应该是走这里比较好，比较方便。二做四，刚讲到拉杆，这个球就要拉了，直接拉。哇！球杆怎么那么钝呢？皮头太平了，有没有机会？哎，运气不错。这个球可以从这里来。小拉一点。轻推，推多一点，推多一点要打底带，结果角度不够，中带也好，高杆，一点点的右塞，好，这个球。可以左塞啊，两颗星，尽量靠近中带碰颗星。
这样子的话，这角度会比较好。好，再一局。我的皮头很平，超级平的，这可能以前养成习惯了。很多人拿我的球杆皮头都没不适应，因为太平了。太平的话，有些拉杆要很注意 AK 点，要够柔，不然的话，有些人怎么拉不动？5-6碰哦，尽量接近直球，不要太旋转，高杆右塞，因为你太低杆的话，它很快转过来，路线会走这条路线。轻轻的碰，看它会不会留在洞口。万一两颗轻的话，七号还有低杆。好，这个球做有点角度，右塞，推杆，哎呦，有时候都太大意了。好，示范三局，待会给各位看一下我的皮头有多平。带有音色的画面，我不知道这个角度看得到吗？可能看不清楚啊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疫情还是有点紧张啊，大家这个注意安全，然后戴好口罩。撞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，尤其这段时间，口罩戴好去球馆，享受撞球的乐趣，也可以解压舒压。好，一样保重。平安。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